啊，你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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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口水都要流下来了，好饿呀！走吧，咱吃面条行不行啊？不。那你要吃什么？我想要吃煎饺，煎饺要快点啊，赶紧走，不然妹妹要醒了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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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妹妹醒，快走。什么一条带钱？再打包个5块钱的吧。4块钱带钱，5块钱打包给我给我留下来了。慢点，快点吃，不然妹妹要醒了。快点吃。我知道了。妹妹哭了吧？哎呀！哦，你干嘛哦？我就带一下妹妹，你搞成这样啊？星期天你在家捣乱的吗？鞋还不穿，穿鞋哦，冷哦。身体巴适。你再收拾一下，妹妹哭了，你就管妹妹去了。嗯。奶瓶还没洗，家里一团糟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宝宝要睡喽，嗯，我宝宝要睡喽，嗯。宝宝，嗯，家里别搞乱了啊，嗯，爸爸带你跟带妹妹很辛苦的，知道吗？门不能啊，我只能把手夹着。宝宝，垃圾桶不能啊，你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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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闻一下什么香？你闻一闻，闻一闻，闻，出来，出来，闻一闻什么香？别人家炒菜香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这是别人家的，我们吃不到。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口水都流下来了是吧？哟啊，真的是。你饿不饿？饿。怎么办呢？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怎么办呢？12点了。嗯。锅还是冷的。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太香了哈。邻居家里烧的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红烧肉吗？这么香。什么？宝宝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对呀、啊。怎么办、啊？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怎么办呢？嗯、大的有点捣乱。锅还是冷的。小的还在哭。哎，周末啊！你干嘛、啊？你给我等着！亮！怎么了？鼻子塞了？起床了，宝宝啊！起床了。你看妹妹多乖。嗯，哇！刷牙哦。没刷牙哟。那我直接
你怎么家里搞这么乱？没有啊。哎，太脏了，该扫地了。妍妍，不要再把家里搞乱了啊！嗯。周末你要在家里帮爸爸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不能在家捣乱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。你自己玩吧，休息会都休不了。哦，来了，爸爸来了啊！不哭啊，乖。喝饱了吧？头发都出油了，该洗澡了，宝宝。嗯。你把书撕掉了。有。还吃书。我在吃披萨。你干嘛？你给我等着！还是妹妹乖，吃完就睡。这家伙刚刚被我揍了，现在正在发呆呢。星期天太累了，我想去上班。太阳都罢工了，我不能罢工啊。回来好的。嗯，吃早饭。啊，我不吃。你嗓子疼啊，你要吃这个。我不吃。那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妈妈包的饺子。妈妈包的饺子？对。你嗓子不舒服啊，你要吃点粥啊。不行，我不要。吃一点哦。我想吃饺子。这小家伙又在干嘛？干嘛？声音小一点，别吵着妹妹。爸爸，我不想玩了。奇怪，平时不这样。耶，你干嘛？看什么了？没看什么。没事，下来，看出去。爸爸，我想找妈妈。怎么了？我想找妈妈。找什么妈妈？跟爸爸在家不好吗？大晚上找什么妈妈？我要跟妈妈聊天。我想跟妈妈聊天。自己找去。
还是找个机会把他妈妈接回来吧。